的上人，我是雅乳。那今天呢是医师的核心共识营学员哈，总共有44名，今天总共有8位的分享。我是去年9月入职的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感觉？感觉在慈济工作，常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。经过了今天一整天的课程，我觉得这样的感动好像背后的脉络更加具象化。看院长啊、副总啊，或是大家讲述的慈济过去的筚路蓝缕的过程，以及4大志业、8大法印。慈济的精神，包括上人的愿景，还有上人的期许，我想都是很需要我，而且值得我是这一辈子去慢慢去体悟的。所以期许自己能够更有效率，更加珍惜分秒，才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利己，更多的时间可以种福田。都是哈，大医王，每一位都是利次，这是心中有爱，爱。就是要发大心的大爱啦，那看到了各位也愿意来到花莲，过去的花莲呢是很落后，慈济呢在这里从开始建立学校还有医院啊，这都是呢把爱的能量啊慢慢在这里已经树立起来，而且国外归来了，也会很有心来提供给我们呢，有很多的智慧方向，这都是在花莲这个地方。那我们大家共同有这一份的爱的能量啦。看到了，每一位都在这里哈，学业成就啦，那职业、职业，我都说职业，唔只是职业，是职业。职业呢是上班下班呐，总是呢上下班尽责任，这叫做职业啦。啊，那是职业呢，职业啦，慈济都要说职业，发心立愿呐。医师是自己选择，所以要当医师呢，总是要立志，以生命呐，一定呢要很有紧紧的抓住啦这种生命。咱大家人拼命读书，还是呢方向要这以哈志业以心，好，那志业以心立志当医师，那就是守志奉道，这种志啊要守好。医师呢这一条道路医道啦。真正的要把在自己的生命中把医道呢好好的开阔再开阔，就是要抢救生命，守护生命，守护健康，为病人啦一点呢用心啦，让他从病痛呢把他好好的扶起来，让他呢健康有力的站起来，看他呢把他的生命在发挥在人间，可以去为社会再付出，这叫做生命的循环。那为着社会人群，守护因的健康，都期待因的健康呢，可以呢走入人群呐、啊，奉献给人群，安尼也世间呐、啊，才会真正的。有希望，而且呢，时常都说真啊、善啊、美啊，人生呢，进行的生命才是呢人类的希望啊。其实医疗呢，医生就是一念的善心，这叫做祖先，天天都可以救人哦，天天呢都可以拔除。人的身心
身体的病苦，心灵的安定，身心之苦啦，看到医生啦，病人呢就会安心。只要医师用那一份善，那一份慈悲心靠近他，这位病人啊，他就会安心。听听讲吼，先生言呐，主人好。医生呢，这一份的爱的心啊，总是有一股气，这一股呢，那就是福气，福气。医生的福啦，带给病人的安心。靠近了医生，都有一股的正气，因为医生的心都是正，心心念念呐、啊，就是爱，要拔除病人的苦，所以哈、哦，这叫做气。这个气呢，就是福，叫做福气。人靠近到你，他笃定他会平安，笃定呐、啊，他会身体呢，这苦痛会离开，这身心舒畅，那很舒服。这都是病人哦，要看医生。病人要看医生的目的，所以病苦我都爱来去看医生啊。这总是呢，给一个心灵啊。所以医生医病啦、啊，医人还要医心啦、啊。最重要的就是医心啦、啊。啊，咱有一个真好的病医，不是干那讲看病人了定。我们还有呢，迄、那个善的方向，有善甲爱的方向。做医生，那敢那捌相识啦，唔知了解人的使命。一当医者都是要有使命感，这才是真正的、真正的守护生命、守护健康、守护爱的。医疗的使命的志愿呐、啊，所以呢，真的是很期待咱的华人，咱的教育呢是很完整。张仁，我来这边已经快三十年了，从黑头发变白头发这样，那小孩也从大爱托儿所、慈小、慈中，然后高中，然后今年刚考完那个考大学了这样，那。简单来说，让大家觉得说，哎，你今天没有白来，为什么？你会发现慈济是一个非常强大做好事的平台。今天你可能是人生胜利组，那你可能之后的工作会让你无忧无虑。如果你能发挥你一些影响力，你做一些利他人的事，其实也正是利己这样子哈。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那在这边其实。他会说：“哎，会不会因为这里比较偏乡啊，有些不方便啊，会想要离开？距离其实没有那么远，其实你的心才是最远最远的地方。只要你心之所向，就到哪里都会是很近的地方。应该大家人安心立命啊，好好呢，把咱的医疗、甲教育吼，安尼好好给巩固起来。”在这培养人才，它会有亮度，是医疗亮度，那教育亮度，应该呢，只要有心，我来华联嘛，已经持续将近要六十年了，五十多年，将近六十年啦，所以呢，一生在这里，也四大事业在这里完成起来，哦那总是祖先现在在这地球的面顶呢，总是在这个星球，那嘛是稳定的人间呐、啊，总是福无福啦。感恩呐、啊，大家也有心，哎呀，感恩讲吼、哦，医疗吼、哦，院长在这个所在，
也发展到了有国际的白苗，每一棵啦，只要咱有心，心定啦，方向正啦，总是呢，是人生世间的成功的阶段，成功的价值。感恩啦，感恩院长还有各科的主任哈，和副院长，大家人呢，真的很用心在花莲医疗跟教育平行，爱的能量嘛，真的呢很用心啊，这都是跟您讲欢喜跟感动哈，安心，我真安心，这世人呢。看到恁大家人共同一个志愿呐，一个方向，那一分的花愿要走入各病人，这个在原谅。